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在海边拍戏。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在海边拍戏。我和王哥还有吴宇恒，我们三个人第二天还要在这里拍，所以就决定晚上暂住在海滩附近的酒店。今天收工还挺早的，所以我就出来溜达溜达。哎，这不是我们的老熟人王哥吗？他说他这条裤子已经穿了5年了。我立刻派出我这边的参赛选手。哼，虽然我们两个收工了，可是吴宇恒还没有收工，所以我们想去接他下班，先逛了会儿夜市，然后接他下班。然后我们就干了一件连吴宇恒都很无语的事情，我们一人扫了一辆共享单车骑去今天拍摄的地方，还挺贵的，3块钱骑10分钟。我直接扫了码，但是王哥却办了一张骑行的卡。他在哪儿啊？能不能别播节目？10分钟要过完了。走吧走吧走吧。迷路了，开始找地图呢。嗯，你看好地图了吗？我10分钟已经花光了，气死我了！终于可以出发了，走吧，我们就骑着车一起去拍摄现场吧。那路过是不是往那边？你还记得路啊？他不记得路，他又开始找地图了，找不到路了。但是正好吴宇恒也下班了，我们给他打了个电话，让他过来接我们。给他找的信息。啊，行。找一找。好，我们给你的定位，好了。好，好的。停在了一个小卖铺门口等他。他怎么还不到？就过了2分钟了，我车都给他找好了。给他选一辆车吧。作为他今天的下班礼物，吴宇恒打着车过来找我们了。你看我们俩，一个很憔悴，然后一个满脸油光。因为今天拍摄的海滩实在是太暴晒了，我们工作人员晒成了这样。哎，这三辆车你选一辆，给你的收工礼物。选这辆。好的，选那辆，选这辆。我来给你。你自己扫吧。哎。不是送给他的礼物，那个你扫吧。啊，那你的微信，然后交6.58。你饿吗？你饿吗？你微信里没钱啊？没钱，那我给他。给他转3块钱吧。转6块，把他办张卡。没有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给你转1点吧，我给你转10块的。主持人来 cue slogan 了。嗨，你认识姐第一家吗？